谁先？然后我就赶快发到我们的群组。那时候我也没穿衣服，我就到阳台跳了。他跟我说入围了，我说哦是哦，然后我就又继续睡觉了。Hello， 达人秀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影子计划 Shadow Project， 我是 Busy。我是 Yellow， 这是 Pepper J。我们当初就是以这个目标迈进的，应该算是心态转换蛮快的吧，一直都在适应这个节奏。刚开始当然会觉得有点不切实际，现在觉得说，好像可以再更努力一点。会累是一定的，其实都是自己热爱的东西，开始变成职业之后，很多东西是没有接触过的，发专辑、周边所有的事情，大部分都是自己着手进行。有像什么团体？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在困境的时候，大家都会帮忙。毕竟我们现在也还不能说是成功，那还没有面临到然后要抉择什么，还在朝那个目标努力。比较好的一点是我们三个其实几乎没有真的吵架过，有吧？打游戏的时候，打游戏就不算斗嘴，那是斗嘴啊，就是都会尊重各自比较擅长一点的部分，各自去听大家的意见。你有一次生我气啊，我自己很喜欢国外的朋友好友互整，有流行一个就是把水倒在睡觉的人脸上，当下暴怒一下这样。那你就回家了，来就回家了。当下我就说哇。我不想弄了，不爽了，我就回家了。这张专辑主要想要走的方向，情歌吧，流行歌，任何时间都可以听。开车的时候，晚上回到家，睡前的时候，就是听起来舒服的一个专辑。觉得比较尝试性，是先做嘻哈曲风出来的 ，Take a Breath 这张专辑，就想要尝试不一样的东西，甚至一首跟以前比较像的曲风都没有。这张专辑是在去年大概圣诞节左右发的，大概是大家被这个疫情摧残了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才去做深呼吸啊。这个环境大家都不敢深呼吸，各自。也有职责上的压力，希望这张专辑带给大家舒服的感受。应该是太空舱吧，我们是一个声控太空舱的概念，被关在里面，然后看得到外面的风景，但是没办法到外面去。其实就是有点隐晦的，就是在讲疫情的事情，但是我们又有点轻松的，然后又有点加一点爱情的感觉。我恋曲2020，那时候在写那个副歌，一直想不到要怎么写。那我就有一天开车，我就想到一个旋律，就哼着哼着，我赶快记下来。对啊，刚开始其实我们自己都觉得，好像哪里不是很好，然后公司好像也不是很喜欢。对，但我后来听听，我就觉得其实真的蛮好听的。我一直怂恿公司说，这个发了，后来好像还可以。谢谢大家，谢谢。OK， 那个摆一个架子好了，算是里面比较突出的歌吧，差比较大。它算是比较 hip hop， 就是一首爽歌，就是在讲说不要在我面前摆一个架子，讽刺一些，是啊，就讽刺一些你可能说大头症的人，对，就吹大前辈这样，没有啦，是有经历过。第一首比较热门的歌是《玻璃过了》。跟一些音乐圈的朋友聊天，大家都会很说，一首代表作要写出下一首代表作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我觉得我们都没有这个压力，对自己音乐有种莫名的自信，每一首都会是 hit song， 我们都会觉得这首歌要足够到那个品质、那个好听才会发。不久后就会看到我们的新专辑了，筹备的算差不多了，应该又会给听众一个新的冲击吧，完全不一样的，很调皮。这次会有比较多摇滚的尝试，也会有比较嘻哈曲风的歌曲。我们这次是全台语创作，一个英文、中文都没有。应该2022年肯定会出来。下半年了，我只能说下半年。刚睡醒，就有一通电话打来，说你得金曲奖了。然后我们就有那个跟我们不是得了入围，二百号手段通知说，我们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这样。金曲奖，我听到金曲奖就很兴奋。我自己的心情是我们那时候做第一张专辑，很多东西都自己来嘛。那包括那时候报名金曲奖也是带着很兴奋的那种感觉会入围这样什么，都没有入围。之后包括后来的 EP 跟新的这张专辑，就是不会特别的，我很希望要一定要入围这样，觉得很惊喜。他就赖我说，我们入围了，发照片给我，然后我就赶快发到我们的群组。那时候我也没穿衣服，我就到阳台跳了，效果。我是接好电话，因为那时候在睡觉。我那天起床吃完早餐，我就去睡觉。他跟我说入围了，我说是哦，然后我就又继续睡觉了。没有，应该说他有那个自信。没有，我其实也是处在懵掉的那个感觉，睡醒之后才开始慢慢消化这件事情。其实有在讨论了，帅就好，帅就好，直接穿。离奇别垒攻杀，双方需要戴上耳机，猜题者必须透过读唇语的方式猜出答案，计时90秒，答对多题的一方获胜，输家将有终极惩罚。整个互请，舌尖点舌一下，没有啦，就嘴唇碰一下，哇，心点状，啊，你怎么突然？就嘴唇对嘴唇，好，就这个，影子计划 ，Shadow Project， 影子计划，哦。
五个字，小编，你要附送，你要附送。他好像痴呆。啊，不是，小编。好漂亮，我就直接下一题好了。这边舞曲大帝国，舞曲大帝国，哇，三个字，紫吉米，哦，这很难哎。Paper Dream 的中文，紫吉米，紫吉米，三个字，便秘，我就下一题，我们直接下一题，直接下一题。什么时间到？三，哇，几题？他们几题？三题，三个字，金曲奖，金曲奖。艺术家，金艺术家，艺术家，金曲奖，对对对对，艺术奖，技术奖，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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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曲奖，四个字，高雄巨蛋，高手主宰，高雄，下一条，哇，怎么那么难啊？四个字，看什么看？看什么看？哦，我的菜啊，三个字，三个字，我，哎呦，这个舌头，我的蛋，我的，我的菜，菜蛋，菜，我的菜，我的菜，我的菜，润滑油，滑花筒，下一条，三个字，三个字，芭蕾舞，斑点舞。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八点五，八加九，八点五，八点五。哎，现在屏壁东，冷东，壁东，壁东。哎，可以到了吧？时间到了，时间到了，还是超过时间了。我觉得这样啊，我们两个都嘟嘴，这样比较简单啊。浪漫呢？等一下。气氛有点尴尬，暧昧，有点暧昧。达人秀的各位朋友，我们是影子计划 Sugar Project， 喜欢我们的音乐，可以到 IG、Facebook、YouTube 搜寻影子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了。今年会发一张全新的专辑，台语创作的，然后关注我们各个社群平台，就可以听到我们最新的音乐。耶，继续见。随机删掉一个手游。哇哇！但这次还好玩。还可以再载回来，没啦，他是三账号的意思。哎，我就不要，真的啊，不要。我们要惩罚题，随机踢掉粉丝三个。啊？哇！哎，这样对粉丝会不太好。